大家好，又翻到嚟 Pokemon 救域六宝石五啊！上次讲到应该系穿过咗呢个救域之洞啦，然之后咧，我哋就解决咗火箭兵团嗰个嘅华南洞穴嗰个事件啦。然之后咧，我哋就要翻去报告翻俾阿边个听啦？应该系阿大门听啦，依家要去报告。诶、欸，有啦，揾呢个人啦。只系过去咗一日就入咗去呢个救域之洞，究竟喺里面撞到啲咩？发生咩事？好，汇报咗咧黑色异兽啊，仲有华南洞穴火箭兵团嘅事。哦，原来系咁，奈克洛之马。是咁样称呼一只黑色嘅异兽，睇嚟咧，你到达嘅海岛就系嗰只奈克洛之马潜伏嘅地方。根据你所讲咧，泽奥博喺某次嘅捕捉过程重创咗奈克洛之马，导致咧佢嘅光之力散布喺丰原地区，所以周围咧都展开咗究竟空间啊，都系因为佢唯有收集呢啲嘅光之力量啊嘛。天啊，我信息量好大啊，我仲需要整理一下你嘅情报同埋世界各地汇报而嚟嘅信息作为一个总结。看嚟咧，你貌似冇被救域之洞影响啦。科斯莫古真系个神奇嘅精灵啊！前辈呢段时间应该啱啱好起程，你快啲去码头嗰度睇睇。嚟得切同麦丹打声招呼，我将会继续处理你嘅情报，会俾其他调查员听。呢度码头啊？呢度出面有码头嘅咩？系咪左手边定唔知右手？应该左手边啊嘛。讲起嚟咧，其实咧。讲翻呢个大吴嘅岛咯，我右手面嗰个地方咧，我系完全冇探索过。其实一阵间可以去，诶喺呢度啊，好嚟。诶，大吴寻日先定位呢个位，你今日就利用救域空间翻嚟啦。唉，上边咧救难船夫已经抵达咗你个岛，如你所见咧，我而家就要去怪岛度，我可以感应到咧系卡布牛牛，唔会有错。之前已经通知咗岛罪王，已经抵达咗各地啦，感受到相同嘅心灵感应，系卡布嘅呼唤啊。船夫先生，麻烦带我啦。呢个有住非凡前途嘅留后生仔貌似重要嘢哦，佢一阵间先再开啊嘛，汇报咗黑色异兽，仲有咧华南洞穴嘅事咩话？竟然有啲咁嘅事，睇嚟咧利拉有排烦啊！要将咁多唔同嘅资讯咧组合起嚟，寻找呢个线索同埋推理出嘅真相。黑色异兽奈克洛之霸事情咧就交俾利拉处理啦。我而家先调查卡布嘅去向，仲咧归还呢一个咩啊乌拉岛嘅次序乜鬼嘢？为此需要找回这个守护神，这个是作为岛罪之王的职责。是啊，你不如跟我一起去吧。是不是可以答否的？我是阿罗拉地区的岛罪王。我真的这里要去的是吧？我们可以试一下的。好。哇，一出来就立刻逼住我不让我走。原来是这样，在船上谈了很多你的经历，其中最可疑的是你遇到火箭兵团的事。板木嘅事情咧，我都有所耳闻啊。曾经嘅部下帅哥啊 ，Handsome San 呢都有对火箭兵团做过调查。大概五年前咧，火箭兵团咧曾经占领咗某座城镇同埋洞窟啊，并且绑架咗当地乔伊小姐嘅事件，即系华南洞穴啦。最后由当年咧啱啱成为冠军嘅赤熊解决咗。估唔到咧，你竟然咧穿越到过去嘅时间线，即系已经系过去嘅事啊！呢个系。是卡布的呼唤啊，但这个感觉跟我熟知的有点不一样，就在前面一起见识一下守护神的姿态。已经变了鬼了。哇，变了样子、啊、这一只并不是我世界原本的卡布牛牛，而是来自平行时空世界另一个世界的岛罪王。我没办法了，因为那只黑色异兽啊，平行时空的次序已经崩坏了。我们时空失去了原本守护神，而平行时空的卡布就穿越到我们的世界。我冇办法咧，将呢只咧带翻去原本嘅世界，但你唔一样，你一定可以带翻去嘅，成为咗预言中嘅救佢训练师嘅你一定可以嘅，将岛罪之神托付俾你，我就放心啦。但之前咧，为咗俾佢承认你，你必须打倒咧身为话呢个岛罪之王嘅我，通过诸岛巡礼嘅最后试炼咁样咧，守护神先会咧承认你。卡布牛牛又要同麦丹打啦，我熟悉麦丹，我熟悉。水炮 OK 啦，水炮 OK 啦，哇特袭水炮 OK 啦，哇冰勾啊，好搞掂，不愧系你啊，果然能够通过到咧岛罪嘅试炼啊，呢一下咧守护神咧就可以承认到你，接下来咧就你完成诸岛巡礼最重要嘅仪式啊，去同咧卡布牛牛去接触啦，卡布牛牛草属性嘅卡布牛牛，最后嘅试炼，我都系一样样嚟嘅。哦、oh, ，OK， 青草场地，哦，我冇精灵球喎，都十个，好似唔系好够。试到水炮暗得无忌，试到咗，马夏多声承认咗，喂，承认咗，但系你死咗。我睇嚟我要去
因為遲下先啦，等我買下精靈球先啦。其實我今集咧都想去右邊嗰度睇一睇先，因為右邊嗰度咧，我之前係因為見到佢太高咧，所以冇行到嘅。但係咧，我而家嘅 level， 大家如大家所見，我而家嘅 level 應該係都幾高下啦，所以完全冇問題啊！我咧打死我唔得，哎，用錯技。咦，佢用錯技，佢應該用妖精技，我應該會有好大機會會死啦。但我 level 高過佢喎。OK， 冇问题。哎呀，尖弓冇中，火虫地震啦呢度，一血根。OK， 成个地方沙尘暴啦，咁啊出龙头地鼠啦，正在努力减肥，为咗令大吴先生能够睇中我，加油啦你。這個、呢个咧赢走大吴哥哥，大吴喺呢度系一个系呢个万人迷啊，明白吗？水痕遗留下来嘅石板，仔细睇咧已经冇咩好惊。我斯乜鬼嘢啊？呢个咩人嚟？国际营都聚集喺呢个岛度，睇嚟事态好严重。唔知讲紧啲咩呢度？這個、呢个咧，作者的家咁呢一个咧，我记得咧就系究极龙宝石四嘅时候咧冇玩到，好似临尾冇玩到，系啦。咁啊，我相信我啲依家应该都未必打赢住噶啦。不过我哋都可以照睇下入面有啲咩嘅。哇，咁大隻雷希拉姆這個呢奧菲，這些應該是製作人員，沒什麼特別。哇哇，這個我記得，這個是完全不打的，這些好像都這個好像都是一些作者來的。這個呢 OK， 是只有我要打而已，是吧？呢啲冇咩特別，冇咩特別。這個、呢個咧咁單車友咧，這個、呢個咧熔岩隊冇特別。咁呢個咧冇特別。呢度應該係有幾個要，有好幾個要打嘅呢度應該。嚟話1996元嘅出場費，請呢一尊1230年嘅魔魂指教，即係要打係嘛？哇，卡布奇奇喎！卡布奇應該是會輸，因為他有水系。哇！黐線，我收場之後都打不入去，劍冇了都。貓，這個都要打的。二 set， 咦？二 set 技啊？二 set 皮，二 set 皮卡，二智皮卡二 set。啊，小智嗰只比卡超二 set 啊？這個呢聯盟冠軍，咦講咩啊？聯盟冠軍都係戰鬥狂啊！依家開始輸咗都唔會，仲未得咧。雖然依家係聯盟冠軍，但係你嘅實力未到達到我最初嘅期待喎。哇！呢、這個應該係最終大佬啦，咁即係佢有條件添喎。逆時針咩嚟噶？點解唔見咗嗰個人？我哋發現劇集同影分身技術並沒有傳到加拿爾地區。在那個之後呢，精靈對戰安全廢都更新了，不允許使用劇毒和影子分身的技能機條款。影子分身先不說，人均可以用劇毒呢確實不利於公共安全，不如說這個呢法規更新有點太遲。但出於平衡這個世界的目的，我打算辭隊尋找新規的最大受害者四天王阿吉，探討伊河流的新出路，給予幫助。聽聞他呢，他人已經去了這個世界錦標賽備戰。這個是講緊劍盾的時候那個冇咗劇毒啊！的確係冇咗，有大部分精靈啊，應該係取消咗招式機，冇得用招式機學劇毒。OK， 啊呢堆人應該係唔會打贏啊！現時嚟講，呢、這個都應該係唔會打贏噶啦，我相信。超夢波導彈吸收拳啊！呢、這個都唔會打贏啊！看來右手邊是不是只是打這些訓練家呢？好像是的，那即是其實沒東西走的。比加超跟著電磁波用錯技，依然是咬痕電加速啦，沒什麼可以用。好，跟著哎搞定，得馬下多set。恭喜你，你成功了，得到了這個守護神的認可。我只希望他可以在你下一個在你引导下巴巴原本世界，这个二色神晶承认了你的殖民啊！
从第一次见到你咧，我就有预感咩？你将前途无量咯，我预感系啱嘅。明明一开头嘅时候话我咧唔好乱咁行，第一次见嘅时候，因为事出突然啦，就俾你咧省略咗咧前面嘅试炼。不过最终而言，你都系完美咁通过咗二 set 手环啊！只有阿罗喺地区先可以制造出嘅二 set 手环，通过咧使用者训练师嘅气力同埋体力咧释放出二 set 技能嘅神奇手环。咁我要翻返去大吴嘅屋企啦，喺船度等你。OK。好，咁但系我哋而家有啲咩做啊？等下先，头先佢话要翻翻去大吴嗰个呢度，咁我哋翻去搵佢啊嘛，搵下麦蛋有啲咩做啊 ？OK， 喺海岛上遇到咧，果然并唔系我哋原本世界嘅，你需要尽快搵到另外三个，相信佢哋咧已经抵达咗呢个风源。据说哈拉咧喺武斗镇，荔枝咧喺呢个绿灵市，哈普户。系嘛？到达咗呢个海纳市，感觉到啲咩？揾到佢哋咧，并叫佢哋带你，叫佢哋带你去见另外三只嘅守护神。系你嘅话咧，一定可以获得。O K， 咩绿灵市？咩海？乜鬼嘢啊？雾水镇雾水镇市堡呢只冇，呢只冇。秋叶镇冇。海纳市啦，有个系，又系武斗镇啦。一个喺绿灵市啦，我哋去武斗镇先啦吓。边个？你啊？哈拉啊？嗰、那个嗰只咩啊？铁掌力士嗰、那个系啊？铁掌力士吓？诶、欸，等先，你手上嘅麦丹俾你，唔会系传说中嗰个啊？系啊，哈！麦丹遇见咗嗰只，并唔系我哋原本世界嘅，但系呢种事情咧都未好断定，必须见过先知啊。好，同哈乌一齐打。O K， 冇咩特别啦喺度，总之都系攞一啲奇迹。诶，卡木明明啊，嚟卡木明明，我哋就唔可以用鲤鱼龙打，我哋用龙头地鼠打。果然咧，如麦丹所讲，呢只并唔系我熟悉嘅，但系咧佢知道咧我系赌醉之王，咁都知啊，必须将佢送翻原本世界。咁啊，为咗承认你咧，你必须打到咧美乐赌醉之王嘅我，通过咧猪脑循例最后试炼，咁样守护神卡木明明先会承认你嘅资格。哇！呢只唔够打喎，反而我鲤鱼龙咧，哇！一个爆炸拳，哎，用错技啊，唔够，应该用夹破人坏先好。系啦，铁掌力士佢有只，刀圣无限应该秒啦。好，你通过咗试炼啦，咁样咧就会俾最后嘅试炼你啦，卡布明明。好，嚟啦，卡布明明，最后嘅试炼，行吧。唔好意思啊，卡布明明太大力。有啲咩技打唔同咧？长矛巨魔、反射壁、光墙，跟住再用灵魂冲击。哇！喂，俾少少防御得唔得？卡布明明，你唔系守护神嚟嘅咩？虽然我一百咧啫。哇！一球入云，卡布明明咧，好得到咗二 set 嗰个狮子嗰招二 set。啊！嗰只瑞加雷欧啊，嗰只狮子嘅二色结晶，恭喜你啊！你成功获得咗呢个认可啦，啱啱俾你嘅二色上晶，麦丹讲得啱啊！如果系你咧，你就可以做到啊！啲书系完美咁样咧战胜咗阿罗雷二色系乜鬼嘢啊？阿罗拉雷超乜鬼阿罗雷啊，大佬？打到几隻字都冇问题啫，系嘛？好，需要揾到另外嗰两个。OK， 好快啫，其实。今集其实可以揾晒我嗰两隻，嗰四隻，绿灵屎，跟住呢度有一个系嘛？诶，喺边度啊？定系嗰边啊？死啦！我唔记得架船喺边。啊，呢度，荔枝。OK， 等候你好耐啦。我哋快啲出去啦！所以话外国人咧不解风情，出航咧准备已经好啊，随时出发见见卡布啦。呢只系卡布，卡布奇奇啊？哦，唔系、哦，卡布叠叠喎呢只系。OK， 嚟。冇遇到我的事咧，该有嘅反应唔似往常，但系咧沈灵感应当中咧知道我系赌醉之王嘅事实，好特别啊！即刻嚟啦！呢只灵魂冲击啦，哇，打唔同得。转一转比加超，哇！比加超好完美咁出去送我死，哎呀，龙头地鼠，
收场之角，起身，得，好啦，跟住就到长毛巨魔啦，都系冇得，反射壁，方场，灵魂冲击，唔得，我惊希炸打死佢，诶，炸啱啱好 ，OK， 咁得啦，我又系一球入云啊，梦梦 set 啊，俾梦梦 set 我嘅。恭喜你成功获得了认可，希望他可以在你的引导下回到原来世界。这个以色纯精是承认了你的证明啊，我都忘记了，作为你战胜这个我都要交给你中岩狼人的以色、啊、中岩狼人其实真的、哎、为什么这个要打的神经啊我没看到我没看到他说什么、啊、怎么无端跟我打，是我误会了你，现在你回、啊既然误会你，你快去同麦丹汇报啦！啊，头先误会咗我啲咩啊？冇睇到啊！系咪觉得我系坏人定点？好，最后一个海纳士阿船呢度，阿蒲乌你就系咧睇到噶嘛？麦丹早已经联络咗我哋啊，喺呢度等待你嘅前来。嗰啲咧各种咧丰功伟绩啊！我哋而家即刻去感受下卡布奇奇啦，出发啦！卡布奇奇。呢度冇嘢捉嘅，其实系应该冇，啲菜系假草嚟嘅。嚟，如麦丹同哈拉所讲啊，呢只咧果然唔系我熟悉嘅守护神。卡布咧一直夜都系守护咧阿罗拉地区嘅次序嘅。某一日咧，阿罗拉上空都出现咗呢个巨大级嘅异兽，卡布为咗阻止佢黑色异兽咧，带咧心灵咧扭曲嘅人类陷害，漂流到呢个世界，并且咧同其他守护神分散咗。佢已经喺呢个海岛上几个月啦，毫无希望嘅孤立同埋伤心，好心痛啊！依家都好啊，我哋嘅守护神咧遭到咧同眼前嘅卡布奇奇一样嘅灾难，我哋必须救佢哋啊！送翻佢哋咧原本应该嘅时空啦。呢个系地面系啊，唔系攻击，中毒呢只救阿妈啦！哇！二石技，黐线二石技，得啦。好，卡布奇奇，欺诈啦都系。喂、哎，佢做乜多回血？一下秒咗添，唔小心。唔得，我唔小心一下秒咗。比加超啦吓，比加超用普通对电技都 OK 啦 ，OK OK。嗱，比如捉个卡布都。卡布奇奇，咁咧我就可以翻去啦。守护咧冇守护神阿罗拉啦，希望你咧能够喺救命之洞咧寻找原本世界嘅卡布。我哋嘅希望咧托付俾你，呢一个咧系个证明。呢一个咧系最美鳞甲龙嘅二色纯正。如果你都拥有呢只龙嘅话咧，佢可以咧令呢只龙咧释放出更强大嘅二色技能。希望日后咧极空间之旅咧可以帮助到你。我先上船，有冇啲咩特别误会啊？今次你又？我、啊、呢、這个冇误会，好好顺利咁样咧，就可以翻翻嚟呢一个现实世界啦，系、啊、咪？翻翻嚟呢一个嘅，翻嚟呢啲城镇系啦。咁但系今集时间玩咗咁多先啦，下集咧应该就系翻翻去揾阿麦丹嗰度汇报翻咧四只精灵已经完成咗挑战啦。好啦，咁啊今集时间嚟到先啦，下集再见各位，拜拜。